武功好大的武功啊！好热啊！飞哥，快把果子带回来！啊，我这就……飞哥，你怎么了？飞哥的身体好烫！你们看飞哥的耳朵！武功好大的武功啊！快去拿盐水帮飞哥消毒。飞哥身体还是好烫呀！飞哥中毒了！不，飞哥根本就没有被咬伤。你们看，飞哥的身上根本就没有伤口。那飞哥为什么会晕倒？飞哥现在身体还是很烫，很有可能是中暑了。我去给飞哥拿冰过的绿豆汤来喝。记得要放一些盐。洛奇，去拿一块用冷水浸湿的毛巾来。飞哥怎么还没好？不好，很可能是中毒中暑，快送飞哥去医院。